看我前天买到超大颗的蓝莓。哎呦，我的眼睛还大。Hello， 大家，跟大家一起开箱一下这个包裹。这个包裹我期待了非常非常久，我特地等到跟你们一起来拆哦。锵锵，这个呢就是这一次Jonas 跟 Agnes 还有台湾的品牌 Orlo 一起合作的 Mood Journal 情绪日记。我算是见证了这次这个 project 的诞生嘛，所以我。哇，看到成品其实还蛮感动的。这两本里面的架构是差不多一样的，不过里面的插画跟文字都有一些不同。首先先把你自己的名字写下去，这个就是专属于你的 mood journal， 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 section， emotionary dictionary， 对，就是让大家对于自己都更 expressive 一点。这里面全部都是 Jonas 自己画的，它会有像这样子 coloring mood tracker， 这个是没有固定日期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有压力，觉得说我好像一定要每天写或怎么样，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你想要的时候，你就给自己比如说十分钟去reflect 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你现在的感受是怎么样，花一点点的时间去更认识自己，然后去倾听自己。 What triggered these emotions? Today I felt things I did well today, things I'm grateful for today. What did I do to take care of myself?Scattered thoughts， 那里面会不定期出现这种满版的插画，大家可以用这些插画去上色，然后做到一些小小的自我疗愈的效果。那不定期还会有像这样子的插画搭配一个 quote， 这两本里面的 quote 跟插图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不想要它就是太过 bulky，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本。那里面的内容除了插画跟文字的，其他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你要买一本还是一次过买两本，就可以写比较久。那这次的品牌联名是跟一个台湾的文创品牌叫做 Orlo， 那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有听过了，甚至我自己本人之前也有做过他们家那个大水壶的团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 helpful， 所以对，很开心看到这两本终于出来了。现在是预购期，然后在预购期间还会加送一些比较特别的预购小礼物。然后另外呢，我们有设定一个 Agnes 跟 Jonas Pick 的页面，那上面会有一些他们很喜欢的产品，那我们也会有一个折扣码，大家可以拿 10% off，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我都会把资讯放在下面的info box 里面，大家可以去看。哇，看到他终于出生了，觉得非常感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5月1号，这是传说中最美好的星期三放假周。对，就是星期一就说啊，再忍两天就放假了；星期二就是啊，明天放假了；然后星期三就是放假；星期四就是啊，再两天又放假了；星期五就是啊，明天又放假了。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我今天早上算是有补到眠吧。然后我等一下要去朋友的咖啡，下午有一个拍摄，这样可能姿势不太好看，但你们有看到吗？这里，我的膝盖窝突然起了湿疹。哇！今天，我是今天的 DJ， 我来负责我们今天拍摄的时候要听什么歌。我最近很喜欢 Boy Next Door， 我刚放完 Seventeen 了，我现在准备要放 Boy Next Door。没有，我忘记了带记忆卡，但是我有后背的。OK。大家，我成为今天第一个来公司的人啊！等一下，忘记打卡。哎呦，噔！因为我今天要出国，然后我会去大概一个多礼拜，我就把我家剩下的牛奶带过来了。哎，怎么长这样子啊？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我关机
在 KO 我的工作。我这次大概去10天左右，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长途的旅行了。然后我是一个就是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会很焦虑的人，我就很容易就是边放假边很焦虑，然后严重到就伊恩这次跟我讲说，其实你如果没有很想要待这么久的话，你可以改机票早点回去没关系，这样就是他也感受到我之前有就是多么的焦虑这样。我真的很佩服然后很羡慕那种就是出去玩真的可以完全放松好好玩的人，我真的就是真心的 respect。 我觉得能够把工作跟生活切开是一个能力，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所以我就会觉得能够这样做的人很厉害。然后我打算我这次飞的过程中想要多拍一点 reels， 我已经想好了 get on ready with me 跟 get ready with me。 然后我昨天在家里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那我要带这个，我要带那个，我要带这个，然后发现我的天啊，我要带的东西好多，这一整袋都是 get ready 的。然后我的随身行李里面还有一包是 for get on ready 的。I've been waiting far too long for some good to come my way. It's always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第二天了，因为我昨天还在有点时差，所以就都没有拍 vlog， 请大家见谅。很早，我大概是1月还是2月的时候就买了票了，然后我那个时候的目的就是想说来这边帮伊恩过生日，因为他的生日快到了，然后刚好又是我们的 anniversary。 结果呢，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没错，就是 I got the ring 嘛，所以我们又特别安排了，就是这次要回一趟他加拿大的家，就类似怎么办，我笑有点害羞，见准公婆吗？自己讲完有点害羞。对，是说我来美国这件事情完全忘记跟我爸妈说，然后最近这几天啊，就香港下大暴雨嘛，我家那边就有新闻出来说就是淹水淹得很严重，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你这边还好吗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看到之后才想起来说我忘记跟我妈讲了，然后我妈就有点说下次不能再这样子了。是说你们出去玩都会跟家人报备吗？应该是要报备一下的啦，只是我这次真的忘记了。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是我们昨天在 check in 的时候，我就是赫然发现说我完全忘记了加拿大签证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台湾人的话去加拿大要申请一个类似 E visa， 就跟美国一样，然后我真的完全忘记，我想说我的天哪，所以我就立刻上网申请，就是还好他，我一申请完缴完费用大概一分钟他就批下来了，但我还是经历了一阵惊吓。我今天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时差，但是已经调的还算 OK 了。我每次都是来的时候调的很不错，但是回去的时候就至少要调个一个多礼拜吧，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飞机是4点多，然后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要到机场，然后等一下是伊恩的朋友会来接我们。我们这次大概是4天3夜的行程，伊恩就跟我说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但是怎么可能不紧张？然后等一下可以的话想去买一个过敏药，因为我今天早上鼻子又开始超级大过敏啊。安对，这边有一个可爱的 Lego 区，要拿钥匙的，这样锵。 Arthritis 的位置，哇，好 out、oh. left all the way out and、okay. Simon 的车子应该会在那里，好，不要跑错车哦。我好Hello. Thanks for picking us up. Hello. Yeah. Hello. Maybe tomorrow. Yeah, it's like sunny the rest of the day. T-O-O-B-A-T-A-H-O. I'm going to go ahead and call it. Okay, well, rain ends at... There's none.
Oh, this one is okay too. Save $2. Oh, this one has two things. This one has one thing. This is allergy and congestion. This is just allergy. But you have congestion. Oh. You want this one. Okay. All Vietnamese bistro, right? But their serving sizes are huge. Oh, this is heavy. Oh my god. Look at how deep. Yeah, it's like... 这个是小的，这个是大的。Yeah. Welcome to America. Memorize the song. Wha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watched this year?已经进了海关，然后我们今天的飞机其实因为天气的关系有点小小的 delay 了45分钟吧。然后我们现在人其实是在 Air Canada 的 lounge， 然后其实这边其实人没有到很多，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 co-working space 的感觉。有咖啡机啦，然后不同的这些 creamer， 然后有茶，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些简单的小饼干，还有一些简单的彩色。大家想来喝一碗这个？除了他手上拿这个饼干之外，他还点了一杯 coffee martini。6点钟了，我们的飞机本来是4点45分，然后我们 delay 了三次，再 delay 一次我们就可以有 refund。它的规定是，如果 delay 了3个小时以上，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多少的 compensation 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只有 delay 了2个小时而已。没关系，还有时间。还有时间，你在等它 delay 更多吗？哦，不要。哦 ，delay 了2个小时，就 delay 3个小时了。然后跟大家讲哦，一人在6个小时。他就满30岁了。其实我已经满30岁了。因为你在台湾出生的。哦。Oh.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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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大家请跟伊恩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好。这支影片呢，从香港拍到台湾，再拍到美国，然后准备要去加拿大了。Hey. 我拍了好多地方，我要去见你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了。안녕히계세요여러분。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